三路兵马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杀来，据城估计，总数超过了20万，离此最近的不足10里。关闭城门，死守千余。陛下，对方人数是我们的30倍，根本就守不住。趁他没来之前，往西撤退吧。叛军从三个方向杀来，如果还有第四路呢？陛下，臣有一计可以渡过此劫。说，请陛下牵制江充贻误军情之罪。哎呀，没那功夫，这是向飞跃表示诚意，请他提供避难之所。你是说仙女湖？对，陛下，只要飞跃不发话，仙女湖是不会收留我们的呀。请陛下率领10000兵马和全城百姓移驾仙女湖。在，拿下江充。诺。飞跃，你能不计前嫌，像上次一样，冒死来给朕送信，朕甚是感动。陛下，客气的话不用说了，请立刻移驾仙女湖。慢，等一下，玉斌，他答应让你娶我了吗？没有。啊，刘彻，你如果能答应我和去病的婚事，我就让你去仙女湖。现在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吗？此事不谈，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了。你怎么就不愿意嫁给朕做朕的贵妃呢？哎，你年纪都那么大了，你还想娶我这个小姑娘？你真好意思开口。朕绝不答应霍去病娶你。啊，那你就别想去仙女湖避难。朕宁可战死沙场，啊，也绝不在别人的要挟下偷生。哎，你要是答应了，我现在就给你个台阶。卫青、霍去病，在，即刻排兵布阵，死守其余。哎呀，陛下万万不可呀！陛下，请即刻移驾仙女湖。别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啊！小七。哎呀，小七什么小七呀、啊？他下令诛杀你师父齐雕烈，还有追的时候，眼睛眨都不眨一下。他在乎你为他们求情了吗？我嗓子都哭哑了，可是他呢？他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今天也要让他尝尝被人逼到绝路上的滋味。哼！我告诉你，刘彻，你要是个男人，是个皇帝，你就别去仙女湖避难。除非，除非你答应了我们的婚事。你休想！朕就在这儿，哪儿都不去。哎，这，哼，你挺有骨气的嘛。小七，保护百姓先走。陛下，飞跃得罪了。听飞跃的吧。放开朕！听飞跃的没错。放开朕！陛下，火速集结。快把这放开！听听劝吧，开朕！听人劝，吃饱饭呢，陛下。陛下，放开朕！你为什么要拦着朕呢？朕宁可战死沙场，也不愿忍辱偷生。硕大人，劝劝皇上吧。你呀，就让他喊吧。他不喊的话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
仙女湖，仙女湖，六国诸侯纠集300000叛军，想一举歼灭大汉天子及10000羽林军。仙女湖，望你为千千万万百姓着想，提供一个避难之所。大汉天子，就是下诏要杀你、齐雕烈和追的那个大汉皇帝刘彻。是。那你还帮他？如果皇上遭遇不测，天下必然大乱，百姓生灵涂炭。仙女湖，你救的不仅仅是皇上，还有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。我不是墨者，也没有你那样的心胸，我会把小七带来的新余百姓妥善处置，但刘彻今天这一劫是他自己招来的，自己处置吧。朕不用你管。陛下报启奏陛下，西路80000叛军已经尾随而来，两位大将军正率领我断后羽林军与叛军激战。带开。诺。皇上，你看，咱们还是去那边。你一边去。仙女湖，不要再说了，我不会答应的。皇上，咱们还是听听劝。陛下，我们去前面山上避避。不是，皇上，这哪儿都不是。走吧，皇上，走。哎呦，您就听听劝吧。陛下，哎，快点，走。就快到了，陛下，魏大将军，陛下，卫青，去病。陛下，为什么还没有进入仙女湖？我们引开叛军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进入仙女湖。朕不需要任何人庇护。陛下，我们的10000羽林军，就剩下这些人了。保护陛下！陛下，撤了！我可没欺负你啊！
哎，这座山已经被包围了，他们正在搜山。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过去，快点走吧。不不，这哪儿也不去。哎呀，陛下，看这个情形，咱们是根本就顶不住了呀。陛下，听小溪的，赶快走吧，走吧，陛下。是啊，快点走吧，陛下，快走。小心，急救文宝！好，快，皇上！皇上，臣护驾来迟，皇上恕罪。徐彪将军，你看你，你把人家杀了，他活了就来救你，你惭不惭愧啊你？皇上，快和臣一起见仙女湖吧。皇上，仙女湖说了，让我和齐彪伯伯赶紧带你们上岛。陛下，赶紧走吧，陛下，快走吧！快撤，走，快撤，快，兄弟们，快撤！好点了吗？你怎么了？讨厌！我这边呢？讨厌！只要你好了，我就开心了。你说你内不内疚啊？你下令杀了飞月，
可是呢，飞月他却冒死给你送信，还给了你一个这样的避难场所。你又下令杀了七雕烈和锥，他们也没死。关键的时刻，还冒险了救你。你就一点都不感到内疚？好了，不跟你聊让你内疚的事儿了，聊点别的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对那个硕大人那么好啊？别人说话稍微重那么一点，你就生那么大的气，可他呢，说什么你都没事。哎，是为什么呀？这个骗子。他怎么骗你了？你说话呀。有人给他算过命，说他要比朕早死五年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不过我也算了一个命，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和霍去病成亲呢，就会少活十年。你还不信呢？你说说你啊，霍去病为了你差点都被叛军杀死了，为了你他伤成那样，你怎么还要跟他争啊？你就不怕别人说你老牛吃嫩草？哎，朕还从来都不吃枯草，朕的后宫啊全是嫩草。那好吧，你那儿草肥水美，跟我过不去干什么呀？哎，小青，如果朕真的把新余县交给了你，你能治理成什么样？那我一定要把新余治理成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、连狗都不咬人的人间仙境，让人们都念你的功德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你得给我男人呢。你要多少？我要整个新余的男人全部都放回来。你的伤还没好，我已经能飞了，飞月一定很着急。你根本飞不到长安，我只要能把他送出新余，他就能去搬救兵了，我一定要去。这是朕的虎符，
拿去见李广、程不识两位将军，把这里的情形告诉他们。仙子，小七。仙子，为了大汉的江山，为了千千万万的百姓，有劳你了。嗯。仙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然等你的伤好了再去，好吗？没事的，小七，你们放心吧。陛下，保重。请感谢你，飞月，我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你一个人。青子，我听到你的心跳了，听到一个男人的心跳是这么有力，但是又充满了悲伤。飞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尝到了被人照顾的滋味。只有一天，但是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只要有这么一天，我这一辈子就没有白活。青子，件事好吗？你说。我答应过小七，要替他好好照顾你。可是我没有做到。飞月，你不要再犹豫。为了你自己，你为了小七，亲吧。
陛下，陛下，叛军已撤退，我们的羽林军杀过来了。哦，那不高兴和白鹿仙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这齐调令，末将在。齐调将军在阵前屡立战功，骠骑将军也为你报功数次。此次你又是救驾有功，朕就封你为豫章侯。臣只想保家卫国，上阵杀敌，使大汉不再受强辱欺辱，并不想拜将封侯。这封了侯也不耽误你上阵杀敌啊。谢陛下隆恩。追。陛下，朕封你为羽林军骁骑校尉，以后你就跟着你的师兄霍去病吧。陛下，其实我只想做一个墨者，其他的什么都不想做。你对墨家还没有朕知道的多，你就不怕毁了墨家？那就算做不成墨者，怎么着也能做个游侠吧。行了，你啊还是去做你的歪脖子大侠吧。啊，谢陛下。启奏陛下，匈奴得知我长安北军和御林军全部开往西域来解围，立刻发兵数十万前来进攻大汉，现已逼近西北边界。卫青霍去病。末将在。迅速率领西域所有的兵马前往西北迎敌。诺。啊，皇上，那我能跟霍去病一起去吗？哎，不行。哦，小七啊，你不是一直想和霍去病成亲吗？嗯。这回啊，朕就和你打个赌，如果你赢了，朕就准许你们成亲。那赌什么？啊，你一直想做七老爷，那朕就把新余交给你。如果在三年之内，你真的能把新余治理成你说的那样，那么朕就给你们主持大婚。真的？朕当着大家的面给你们定亲。哎，可是如果你输了，那可就要乖乖的给朕当妃子，好不好啊？行，好，那我就跟你赌了。可是我的条件呢？怎么说呀？你什么条件？啊，就是把新余那些男人都放过来呀。哎呀，如今呢，匈奴大举入侵，朕是真的抽不出人来给你。哎，我看呐，男人们要是再不回家，这仗就不用打了，大汉朝也就断了香火喽。新余的男人回来了，新余的男人回来了，是老爷求皇上把新余的男人给放回来的。娘，袁心，新余的男人都回来了，为什么你们却要走了呢？
国家有难，七雕烈身为军人，责无旁贷。如今匈奴大举入侵，就算是墨者，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七雕烈，追就交给你了。嗯。追，我等你回来。七雕烈，我也等你回来。出发！撤！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啊？小溪，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，你能把心鱼变成人间仙境吗？我答应的也太痛快了，我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连狗都不咬人了，你说这狗我管得住吗？能，你赶紧修炼，一定能管得住。嗯，都怪我多嘴，我多揽了一个活。我相信你，等你修炼得像白鹿仙子一样能飞的时候，就到大草原来找我。好啊好啊，我一定加紧练习。不知道白鹿仙子和不高兴怎么样了？嗯。
小气。他希望我能娶小七，我答应他了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，这也是对白鹿仙子最好的告慰。恭喜你，飞月，恭喜你，小七。去冰定了亲，我爱你，也爱他，但是现在我答应了他。邓子京不像有私心的样子，是那个飞跃太厉害了，我们硬拼不行。原本邓子京想用计谋借凡人之手杀了他，结果却阴差阳错的错过了。那飞跃和小七就没有再续前缘之意吗？七公主倒是很想嫁给飞跃，但飞跃好像是怕把七公主的前程耽误了，所以一直不肯娶她。哦，虽然飞跃不肯娶她，但是有一个人肯娶她。谁？霍去病。霍去病？不行，霍去病是身负重大使命下凡的，绝不能耽误在这件事情上。霍去病他担负着什么使命？陛下是派他下去保护大汉朝的。就算他和小七成亲，也不耽误他保护大汉朝啊。看着小七一天一天长大，就像我女儿一样。差味了吧？以前惹什么祸都由我们照着，这几乎万一真的惹了什么祸了，谁给他料理后事啊？都想能料理后事，你想的可有点远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再下一次凡间。你要去干什么？杀了谭木金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掉小七的后顾之忧。你说的对，老三，只有你能收拾他。你下去，我们掩护你。好，谈何容易啊！母后现在就在外面看着我们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下凡。小七怎么样？
也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